那姐妹们，今天来个爆辣金针菇。我侄女不在家，没有放学。哇，金针菇今天吃了，明天见。塞牙神器啊！喂！哎呀，卡牙！金针菇。木瓜丝先放一边，先吃个肉，大骨头。天好热啊，这天。蒸面条。豆角，你们都是来自于哪个城市？你们打出来，我是河南的，河南那样的，河南那样人。有没有老乡？看有没有小伙伴，有没有那个老乡？